七年开始啊。我从77年开始。哦。原来我其实我在山东还工作了一年。啊，在山东还工作了一年。嗯。好多调的。在武汉偶遇山东老乡，感觉好亲切。亲切呢？是吧？您觉得亲切吧，阿姨？那一天你们一个，我们都知道咱们是山东老乡。你是哪个地方的阿姨？我是潍坊的。潍坊的，嗯。您在这工作吗？哎，我77年来的。77年来的。嗯。哦哟，我77年出生的。是不是啊？啊。你咱这知道家是山东哪个地方？我就是济南的。哦。就是山东济南的。哦。我有信心，嗯，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。是的，是啊，用上这个机器以后，是不是也觉得更舒适一些了？是的，是的，比原来那个要舒适一些，是吧？啊，这样喝水啊、吃饭啊什么的，说话都不受影响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啊，等好了，咱再回济南，看我们前景。好了，到咱们这个地方来。啊，行，那有阿姨，好，那有谢谢，那有张小姨，谢谢，谢谢，咱俩也摁个章，到时候你带我去看樱花。好好不好？一定一定定一定，咱们一块相约去看樱花，把你那小孩也带着。好的好的，老公，老公，我们加油，武汉加油，山东齐鲁加油，这一天什么加油？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